最帅，王源最帅，王源最帅。溜了溜了，太酷了。小孩吃猪蹄不能吃这个叉，为啥？不然的话，说未来你的女朋友找不着老婆，找不着老婆。那你刚才没吃吧？不吃了。你是不想找老婆吗？我在这儿征一下婚，征婚，征婚，征婚。啊！你给我写了个。你儿子说要给你做个好吃的。咱们这样，别一会儿吃饱了以后啊再评价，咱们先吃那个圆炒的这个，可能真不太行。爸爸是最虚伪的，我跟你说吧。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是小时候怪不怪，是不是很淘气？哇，啥事儿没干过？我干过一件特别特别损的事儿。你真的有那么刚吗？